4月4日，中央戏剧学院公布2019年本科艺考专业合格名单，备受关注的影视专业前十名均为素人，明星蒋依依排名第15。据悉，中戏本科专业考试合格证发放数量不超过招生计划的4倍。据悉，蒋依依确实已通过中戏艺考，现在认真准备文化课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